林林什么意思？没血了他。别给他走，别直接杀他过来了，白给的。你挂点了他死了呀。闪现点燃。感觉这个炼金石一两只就炸了。他妈吃了我一个小蓝，这小人这个样子应该是有人来了，反蹲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哎呦我他妈的，我以为我这个植物大战僵尸没关呢。你们听不到我说话吗？应该听得到啊，怎么有人说我卖光了呀？我要刺穿他们。只有这两天牙比较疼，所以话说的比较少。下波线小游人要到六级，他肯定要杀这卡牌。我刷一组野，我继续来蹲。正常情况5分50秒就到了，应该他还要一波线，我看看，再刷一组。你看这小游人不走，他准备好杀卡牌了。
这卡牌刚好又没有蓝，他要杀他的，我继续蹲一下。到六了，看到没有？他没蓝。对，你给他吃，你要吃他鱼啊！啊，故技重施。他这英雄到六了，就换成另外一个英雄了。他刚要是吃到这个卡牌，卡牌瞬间就死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过来反蹲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五分五十秒那波线应该就到六了，但是因为他死了一次，所以他要多吃一波线，我们就可以多刷一组野。我去反一下赵信，但是我应该在打红，可以抓一下。这炼金带着一个农药就过来了，说啥兄弟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再来一把小刀，无解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这小鱼人老是二不到卡牌。你瞅啥呢？双杀加龙不亏，一换三。这奶妈怎么还打不过炼金啊？你去看一下。你去点他，他会给你技能的。这小鱼人这英雄很好抓的。他只要他闭上的，这英雄就一定要杀人，不杀人就没用了，所以他就很好抓。他是一个近战。
你说他交易躲卡牌，那他我就杀他了。他不交易躲卡牌，他就被晕到了，那就他还是要死。卡牌可以飞一下，别走别走，你飞一下。这头不就来了吗？卡牌抓链接很方便的。闹呢，我这边有野，刚好最后一下还能吃。A 一下就走了。你是觉得我秒不了你吗？我知道他在卖的，但是我这伤害瞬秒啊，奶妈血都加不回来的，不换他只是娜美的。翅膀张开，二度起飞。畏惧
虚空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别怕，别怕，给张黄牌。这链接没 R 的可以杀一下。怎么没 Q 到他呢？走了。三穿了，三穿了，这把来个四穿他呢。这边溜的有点快啊，快被石头人打死了。怎么没有啊？拉一下，拉一下。我在等啊，螳螂有没啊？作战能力不是一个级别的。觉得帅吗？杀不了我呀，好好人啊，网管来加个钱。
第一次看五杀，那你得多看一点。他们心态有点崩了，他们开始互动了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在打字呢。哇，好多钱啊！把他们技能躲了就好了。